黄橙色哈，先来。哎呦，刚好有两只。黄橙色，然后里面有那个葛黄，我里面有葛黄色，加，加葛黄，一点点，加点葛黄，水先拉一点下来，然后颜色，重点是那一条桥。重点是这个桥根本，然后这种边缘的地方会稍微放掉一些，我这边加一点柠檬黄，我加一点柠檬黄，对，直接上柠檬黄，然后做点染的动作，加柠檬黄哈，第一层我们就稍微多做一点点。这半边哈，等一下是虚掉的哈，所以我们先稍微处理一下。好，加一点点葛橙。这不是葛橙哦，这是永固橘哈，永固橙哈。我们一直在掉毛。稍微处理一下，好。再带一点焦褶色，带一点焦褶色哈。这边我整个蓝紫色，染一点蓝紫色进来，那我会用很多哈。你这样在化水。没有，我现在在做第一层的背景而已。加一点焦褶色，一点点，把它的颜色用稍微稳定一些。这只是做第一层而已哈。这是什么颜色加什么颜色？那个群青加红，我这是亮紫色，你们就用红紫色，好，然后加一点焦褶，加一点焦褶，加一点焦褶，因为这样子的色彩会比较稳定，不然彩度会太高哈。对，这里整个暗面。那你上面的暗面要不要用红色？上面颜色我会加一点点那个薰衣草，薰衣草色哈，让它稍微稳定一些。上面的暗面加薰衣草。会加一点薰衣草色。还用这种蓝再加点薰衣草色？对。就是暗面的地方第一层哈，这样做好。那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就点第二层，那彩度就会拉高。那第二层拉高之后，基本上它彩度也不会很高。好，那我现在画天上面的天空，我会从上面画下来，所以我用薰衣草色哈，直接来哈，刷清水，以这个是那个。这是那个中国那个大陆哈，你哪边？那个不是安徽啊，黄山呐、啊，我刚回来。是什么？刚回来。黄山。黄山。黄山在安徽省呐、啊，河北。我刚回来。河北。啊，就做水灾。没有。河北县。刚回来，我去走这一道桥啊。
糯米桥，好玩吗？四百年，很好玩，嗯，风景很好。有爬上黄山吗？啊？有没上黄山？有啊有，就是在黄山住三晚。住三晚啊？你可以慢慢住三晚，可以住三晚。所以爬上去不简单嘞。没有坐缆车啦。哦，爬上去。哎，坐坐缆车也不简单了，你要你爬山，你看坐还要抬上去，抬两个小时也很累。半小时就要1000块了，抬半个小时就要1000块。对啊，1000块是5000块。1000块台币，半小时。对啊，5000块嘛。哦，1000块台币，200块。太厉害了。是说400年了，他现在才不能。重点是这桥跟房子。对对对，这个地带，啊，上面尽量就放掉就可以了。他以前还找到了吗？有哦，以前还可以，汽车还可以走，现在才不能走，其实就只能人呐、啊。对，以前对象桥，对象桥，现在是第二位，还好他，对啊，我今天就还有他没有拿出来，发现很值钱，那就。老板说这个名画要。不是很渣的，然后你讲400年了，对吗？是货，还好不是货，不然秋山也不要，那个每下都损失好多钱。晚上啊，去走这一条的时候是晚上，然后远远的看石板街，可是我们用手机照照不清。这边哈开始流，有一道亮的哈，那道亮的是什么？那个桥的另外一边亮的地方。这里已经很暗了，怎么有？啊，这里，另外一边亮的地方，哎，等于是那个桥对面亮的地方啊。哦。哎。这里他开始研究每下走步的路线，沿途去查。我们之前有一个同学直接全部掉在计程车上，整袋化。啊，找到没有？有，后来找到。哦，好。整袋化就睡着了，然后下车的时候就很匆忙就下来了。对啊。那到景广，到景广。咦，我忘记了，不知道怎么。有找回来了，是还好。打幺九九。好，这边揽进来，咱不理他哈，让他揽进来。好，这边房子，暗面的地方。房子，哦，后面房子的地方。这个线后面。这个这栋哦。好，你要就是把后面那边压下去，房子就出来了。没有，我只是把后面我不会压，因为你后面压就太重了，会跑到前面来，所以我只是把亮暗面画出来而已。哦，它这房子还有一点亮暗面。那房子就亮了。对。也就不画了，就留白，哎，会留白，我就不会去做它，因为留白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看哦。啊？好，我们这个墙哦，稍微洗一下。所以我们再来抢到这座桥，然后上面好多人哦。好。啊？哎，要画一下。啊？就点个火柴人就好啦。这个很简单啊，这个没有要叫你们画，就画点个火柴人就好。这个很简单，大家不要那么紧张啊。这个算是简单的，好不好？画五官。不用画五官的，戴显微镜画五官。这，哦、那你要展出的时候要附一个放大镜。对啊，不然谁看得到？对啊。太强了，画五官。不要折磨自己哈。
们现在先这边还没干哦，我就先画前面这里。老师，你的意思就是弄到半干就画，弄到半干就画。对。谁先到半干，谁先画。对对对对。不是要等全干画。哎、欸，我会建议等全干呐、啊。等全干呐、啊。对，可是我没办法等全干，所以我。等全干。欸这个是要再上一层水，对，就轻轻再上一层水再画就好。老师，你半干的话，那颜色上上去不会把下面的会稍微盖掉一点点，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还 OK。老师，这个就是灰色建筑的那个代表。它是防火墙，马背防火墙。我就是在这个才想，哎，这很像是那个黄山。黄山，嗯。那我们进好。我觉得前面是要彩度比较高，对，对对对，前面的彩度要比后面高，这样整个效果性才会出来哈。慢慢加。前面这个路灯就不画了，下面那两个路灯那条路，对，那个不画，那个比较琐碎了一点点哦，这边就会开始放掉。加深，哦，这是我讲的哦，直接接颜色，接，哎，接到下面暗的地方，哦，就不用等干了再画第二层、第三层，半干。对你必须在湿的时候去接。那它自然干跟吹风干的差别在哪里？自然干比较，比较自然。对啊。比较耐晾时间，比较耐干。其实，除非你吹起来会把颜色吹开，不然其实差不了多少。人工的跟人工的，对，想画快一点。对呀。对啦，想要画快一点就吹干。你想再去做别的事，你就等妈妈。就跟生小孩一样，等不及就催生了。你有吗？没有了，应该不是这样、啊。我随便讲。慢慢干，但是你就站比较高，你可以站着。那就可能太干了。应该不可能那么快吧？摆落地场。哦，你太厉害了啦！贤妻良母，他就高。预言真的太厉害了，还拖地，做话都教不大出来，就是假死都。最上面那台两种黄色，它在哪里？哪一种？最上面那台两种黄。打电话。这个是朱红，这个是猩红。就这样画。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水彩的牌子啦，因为我在试用。猩红就是正红，是不是？嗯，不是，这是这两个红很近的哦。对啊，这个是 M Green， 有一个牌子叫 M Green， 台湾很少见。M Green。对。M Green。对，这个一支有200多。哦，一支200。没有，这支要300多块。M Green， 它是猩红。300，我有买猩红。你有买过、啊？真的哦，这是鸟板，你这么厉害，他的画很贵，我有200多的很多只，是哇，没有没有，不是我，他彩度超高，而且很好用，他只要一点点 M， 然后 G M Grand 差一个 M， 然后一点，它是一个美国的牌子，嘿，它。他大概他等级跟大概跟丹尼尔史密斯一样价格，因为台湾只有2间美术社在卖而已。就明明跟文森美术社。文森美术社。对，就啊。我如果开，我一定把你们对折。对对对对。你也有。我真的太小看你们了。很多颜色的，老师好像买了一个是啊，是哦，它的管子龙，而且它才五个等级而已。还有一
没有，他没有分，他分一二三四。我也有，对，淘宝买这个啊，你在淘宝买啊？因为要搬家从美国订啊。啊，对对对，对，因为要从美国订，有点麻烦。可是台湾有人代理的啦。哦，是啊。哎，这个很漂亮，它颜色很漂亮。有啊，那网络搜一搜有。有啦，有啦，你看得，你现在看得到是文森美术社在网络上卖，对，对，因为他是三个美国的画家一起共代言，画的这样，对，他们各创，有差别吗？啊？需要吗？信心。我拿几个你用，这才是我的焦点，要。我用了我都好害怕。不过颜色真的很棒，对，非常棒。我那天只用了三个颜色画了一张图，哦，很厉害。很厉害。就是老师说用三颜色画。对，就是用。就三原色画一张图，就是那三个颜色，对啊，海那个很green，对，就蓝的、红蓝、海蓝的红黄蓝，它黄的是淡黄，然后红的是猩红，然后蓝的是那个群青，就石美买的那个，对啊，画的都是红艳的颜色，对，我下次我再弄上来给大家看吧。就那试用了，然后用了，错，看颜色很显色吗？错，很彩度很高，因为彩度很高，所以可以调出来很多颜色。可是它容易显红，因为它很新鲜。因为它是那个啦，它是天，它是纯天然的颜色，它不是，因为它是用蜜蜡，哦，所以会水沟，天朝会水沟，不是水彩都会有吗？还有蟑螂，对，白白，很简单，就是那个法国的颜料还用蜜吗？有也有，哎，也有。其实都有比较好的颜料，其实都是用这些颜料下去做，就不是化学合成的啦。哎，它的结合的部分一定都是这样。色彩会有蟑螂，是因为它会引来蟑螂，真的会引来。就是颜色啊，它会吃颜色啊。对对对，我肚子饿了，这些东西。老师，你画多少年才画这样？我们要画多少年？你们不用啊，你们不用啦，你们。没有画十几二十，对啊。没有，没几个十年，不用你们，我说你们幼稚园，幼稚园也不是画这种东西，是应该画二十几岁，老师5岁就开始画的啦，对啊，我以前这东西已经画过了，老师5岁就开始，5岁开始画都没有停的，在油门上在画。老师那时候跟我们说他画30几年，说老师你才几岁，你画30几年，你是几岁开始画？5岁就开始画，可是以前不是画这个啦，以前是画儿童画。教儿童画？不是啊，我自己画的。我自己画的。我5岁教儿童画。自己就没有懂的呀。5岁画儿童画。5岁就画这张。相信。几岁画都不是重点啦，大家不要太担心。对对对对，你如果喜欢画几岁画都是一样的。是他屋顶出去的那个瓦片，那个要做吗？要做要做。等一下再做。对，等一下再做。干着再做。不好画，又有船，又有水，又有对，可是画起来很漂亮哎，对对对，漂亮，这张不错，技能差距，哈哈哈哈哈，嗯，水，高价钱，对，这个。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没有松树，都是松树。想到你的账号，你的收益吓到你。
那个黄山上面也有半截真心话。嗯，我拍了一些。这是我们那小年一个他在这个，这是台湾，这个是，这是台湾，这是台湾。他到底是哪里人？不是台湾的松鼠，台湾的松鼠。哦，是。专业，这是专业的摄影机拍的，这是国画里面专业的摄影机拍的，这是国外看的。对对对对，上礼拜的，上礼拜拍的，啊，不是我拍的，这是我们那一团有一个比较会拍的，跟国画那个一样，嘿，很像哈。你是走上去爬山？坐缆车啦，坐缆车五分钟，爬上去三个小时。可是上去是到最上面，是分段。黄山，到最上面呢、啊？那上面还要走啊，所以你就再走下来。走的路好多、哦，我们还走山谷，走下去再走上啊，那个都没有轿子的，没有轿子。住三天啊，住三天啊，山上走走的比别人多，真好，这样不错啊。对，可是回来腿好痛哦，回来都没有话，我再回来那个。腿痛跟手什么关系？啊，内壁啊，内壁的，内壁的，体力的，水泡画因为你画的时候感觉脚在酸，你不想画了，这样才有借口啊。啊，我也好累啊，累累累。灰色剑第三就是想看，灰色这是我乱画的，这哪里这我乱拍，我会不会拍？它的灰色建筑都这样啊，白的黑瓦白墙啊，很多古，这也我都乱拍的，我看还有那个山墙的这样，对对对对，荒漠墙。这边我会尽量。整个感觉先做出来。老师，这座桥是不是这一座？是不是这一座？不是啊、哦。是吗？好像是呢。好像是哦，这是我翻拍他们的电影。对哦，应该不是哦，因为这个有四个洞，这个才三个洞而已。不一样。对啊，有洞吗？四个洞。我另外一个洞被遮住了。不是，它就是三个洞。它只有三个洞而已，而且这个是有一点尖形的，尖形的。啊，你那个是平的。平的哦，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没关系。有点像，对对对。不过它的建筑就是这样啊，那老师你看看它。对对对，这很漂亮。就是很多很多很多都是这样黑白的嘛。嗯。对，加一点水，但是它因为有点。旧的感觉，是我做一些翻波的效果出来。清朝山，明朝建的，这个效果好。那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先画水，把水做一层出来。好，水到前面头会稍微深一点点。忽然，忽然，然后有先刷水吗？没有，就直接刷。直接。老师靠近岸边要流量。可是要先刷水才刷忽然。对对。再下一点菇来，加一点群青，靠近桥这边稍微暗一点点，这边也稍微暗一点点哦。
下面，突然再下多一点。先干擦一下哦，有一些干的纹路，会有一些干的纹路出来。好，接下来下哈，直接下。传亮的地方留下来就好了哈，暗的画过去。不是你刚刚那个亮的上面有没有沙水？哎、欸，没有哎、欸，没有哈、哦，对，都直接画而已，这样彩度会比较高。桥墩这边有一些暗的地方，桥墩暗的地方画过去哈。留下一些亮的。约到下面吼，稍微让它蓝一点点。好，接下来我带一点点，再深一点点的颜色吼，重一点吼。有点水纹，好，全青，下全青哈，甚至还没干的时候赶快下哈。靠近桥亮的地方，这边我们稍微让它蓝一点点。带点紫进来。光影拉过来，光影拉过来，哦，这是桥暗面的地方。我先一起做，等一下我这边直接画暗的就完成了。这也是光影。对，暗的地方倒影，对，倒影。哦。倒影处哈。深暗的地方，
先这样把它做起来，等一下我们再稍微点一下，那就完成了哈。黄色。做个点染的效果，这艘船哦，都背面的比较，背光比较多，所以我们先因为我在示范过程哦，就是时间因为比较快一点点，所以我比较不会等它干。如果你有些地方等它干，就不会晕染成这样，哦，这样画起来会比较不容易。层次会比较分明一点点，哦，你可以等干了再做，就对啊，可以干了再做，对啊，就是就像预言讲的去拖一下。这艘船干的时候做比较好，这艘上面这艘船先做这个干的时候画比较好。对，其实都是干的时候再加，一层一层都是干的时候加，像第一层那个黄色弄完，那我就等它干再做第二层。这样子会比较不容易失败，哦。老师，那我们分区化也可以。分区化可以啊，可是也因为有些对有些地方我们会是一次会比较完整，就是在画的过程当中会希望它是一起做，所以会变成说你分区化还是要注意里面一区一区颜色上面如果跟另外一区是一样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哦。那比如说，这是一个暗面，现在画这一大区块是一个暗面，对，这边是亮面，这边是暗面，对。那这一区块跟这一区块分区画应该没问题，就没问题，对，比较没问题。好，但是这个水的这一面跟这一面分区画，也可以，也可以，你就掌握住颜色差不多就好了。好像颜色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对，不见得要一模一样，就差不多啦。这个地方做墙叶出来，因为这个地方算我们的一个，也算是一个重点，就这里和这个桥面，所以我们就尽量稍微把它做完整一点。这是屋顶，你是故意让它那么亮？对，等一下看状况，如果要加深，我就再加深就好了。我会先留亮，因为目前我还不太知道说我的明暗分布要怎么去做的状况之下，我就，就先留亮。我有时候在做会是这样，当我就不确定的时候，那我就直接留亮。像这边吼，就是慢慢再修一下哈。这边稍微有点微干了哈，我们继续来画墙面的部分。它有一些光影的地方，遇到旁边的地方，稍微
深一点点。做一些干笔触摸，啊，上面的人哦，等我们都确定好，我们再来做。然后这边的树，我先做一下。这边的树，你就自然一点点一下，点一下，这样的感觉就可以。然后后面这边，对对对，因为它比较小一点点，就点一点，然后下面就刷水就好了。哦，就这边比较浓，颜色比较浓啊，下面刷水让它匀起来，它就有层次变化。哦，你就不需要，因为这比较后面，你就不用先画淡的，再画深的，不用，你就直接画深的，然后水刷下来，让它匀下来就好。这是一个比较快的方式了哈。我上面切掉了，我上面都切掉了。这是沙滩吗？老师，你有画天空吗？没有没有画天空，这不是天空哈、哦。这是天空吗？这是天空，啊、这是什么？沙滩，这好像沙滩。我、哦、是沙滩哦。这边是好像是提防。我觉得好像是提防哎。对，是提防吗？哎呀、啊，反正是什么都不重要。不画了吧？好，先给他画。你喜欢变什么就变什么，你喜欢沙滩你就画沙滩。好，那这边的层次哈，我们再稍微多做一点点。我要结合的地方，我就上水而已。上水用点颜色。清水，上清水。上清水哈。干的时候就。干的时候就要上清水，如果你没有干就不用上清水，你就直接画就好。再刷的水再上颜色。对，再上颜色。你例如说 我这一层要画，对不对？那我清水就会上在这个地方，那我就画下面就好。例如说我就画下面有没有，让它一层一层出来。接着水画，对对对，接着水画，重点是接着水，让它。例如说，不要全部上清水就对了。对，不要全部上，因为全部上清水又整个都晕开了。哦。部分。局部局部上就可以了。可是下面的彩度比较低，然后上面的彩度比较高。没有，下面彩度比较高，这边。这边要。也就这里。嗯。它明度是高，但是彩度不能高。因为这边彩度一高，你就会抢到这里的，所以这边来讲应该是彩度低，明度高，所以你就要稀释多一点点。其实这张难度还蛮高的。对啊，哇，对，我也抓了。有，
有这么严重吗？班长要控管，不想吃。对，下午班是进阶班，上午班是高级班。下午班进阶班。上班是高级班，这班是进阶班。高级班进阶，哪里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个讲话，讲话，会讲，每个话都很，可是画起来很漂亮，效果很好。对啊，其实我其实这张画非常大张，如果你要画四开，我可以给大家原图。这我只是才局部而已哦。这张画超，这张原图很大，我传给大家。直接用这个画，真的大张画也可以啦。我说如果你想要画更多啦，像雅人你要画更多，我跟你讲，甚至可以画到对开。因为这张才大概才四分之一而已，就是两张四开啊。两张四开，两张四开画那个圈，对，其实它旁边还很多。四开都快疯了。啊，对对对，也可以切到这里也可以，因为它旁边还很多，就很完整。它这条路很完整，我再传给大家在网络上。那你如果想画，你就试试看。你就叫失败。没有啦，失败，太失败了。老师，网络上有写这是哪里吗？有，有，我来找一下，应该就是你说的那里才对，因为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因为我忘记。刚才说哪里？就是网山，安徽省。网山，你说什么什么米什么桥？糯米桥，糯米桥。这里换个黄土，然后我算了，就我做了。对，糯米做的。台湾也有啊。台湾也有糯米桥。台湾有糯米桥。南投县有。台湾没有几座。哎，好像没有这么大了。没有这么大。我们那很小哦。对，我们那个小的糯米桥。小小。糯米桥。糯米桥，糯米跟石灰做的，四百年的。对，糯米红糖石灰。不要说糯米厂，糯米厂。糯米厂。二人可以敲一块下来煮。我在风吹雨打这么多年，没有敢敲。没有啊，以前当兵哥就以前当兵的时候，一饭吃就把小人敲下来。真的假的？真的啊，战争的时候吃竹子。他以前不是用石灰吗？吃竹子，对，不知道是用什么，他敲一块这样。把那瓜刮，真的啊！真的，战争的时候我看你怎么吃年糕啊，二十里面什么都吃。那个是我爸的时候就是把皮带拿下来吃啊。对啊，打仗的时候连这些都吃，什么都吃。是可怜还吃皮带，那吃的好。真没用的，是吧？这没用。开玩笑的，没关系啦。如果那么久，应该开。我不会怎么样，这么啊，这也是一种选择。这边好，好一点。我一点树哦，然后把它展开，把下面展开，做一点小小的树。它是紫色很多吗？这张紫色很多。上节气，节两期，真的，哎，我们也是那么久。对呀。是你们这种总有比较像的外国，哪有啊？有。没关系。预言不要欺负西瓜。我只敢欺负美霞。对不起，干嘛欺负美霞？好，超会卖。玉玲，最近有工作了，都不会生气。赚钱。哈哈哈哈哈。你有最近有工作什么吗？收敛了，不敢卖。真的吗？真的。还是每下都没跟你讲。而且他的水彩比我还多，他的私底下。你们两个到底是谁比较多？一桌子都是水彩颜料。你们两个到底谁比较多？他还拍照。对啊，在看一桌子。他问我，这是在炫富吗？哈哈哈哈哈！拍成这些人应该都一
整车的好不好？你们三个拍拍看啊。没有了，老师，我虽然有在买，可是我都拍拍舍去，我都买那个好边的高档，我增加的都增加好边，以前我都不用，以前的都是，所以会越来越多，整但是都是增加好边的，增加好边。我那化妆镜前面放很多那个水彩颜料，我妈妈来了，她就说：“哦，你今天要把我妹混了，混杯啊！”真的哦。我放在镜子前面放一些颜料，我没有很多啦，就一堆这样。就一堆。没有很多，就一堆。我没有很多，多讲一堆。我没有很多啦。你今天买啊？对啊，你今天就爱。哎呦，你就谦虚耶。没有买很多，但是一堆。拍图，空拍200公尺以上，这样拍起来。200公尺。拍起来没有很多。是哟。我们就要那个走路。你们小小条。我花问题大咖。对啊。因为最大条是美人姐。对啊。你们大家没有见识过美人姐的粉彩吗？很多，我觉得那你就第一名了。敢于姐拍来看看，蛮有钱。我韩国粉丝买很多折，是因为一直进阶。没有，偏好。就人家买，我就跟人家，不是，我都老师推荐就买了。不是，我们是，我没有推荐他买哦。不是我，不要说我。不是老师，我从来没有推荐他买。每天那一下都要拍照。不是啦，粉彩很多，比较多啦。他粉彩夸张，他很妙，多夸张，老师不知道。然后老师讲到什么，我讲的是夸张，我没有，我怎么没有？那个谁，因为我买的就忘记了。那个谁说你有，你才买的。那个没买是吧？我这边我现在按的加出来的哈，不是，不是，他我知道10万块那个粉彩是不是？不是，他墨门那里面有那个色铅笔之类，他是那个那个有一个那个老，什么叫做老佛爷？老佛爷哈，白墨的老佛爷，不是，他在画那个插画，说色铅笔是好东西。然后是。适合卖10万块，适合10万啊！文采爱有色铅笔啊，因为那是色铅笔，它那画画方法用的，10万块，10万块，在成品卖啊。对，老师，有10月份哈，那个 Costco 有在特价卖那个绿，我知道绿盒的，对不对？很便宜啊，比较便宜哈，哎，2000出头而已，绿盒很多也是啊，绿盒六。120，120色，它是60色的而已啦，很便宜啊。是多少钱？2000。那是什么东西？色铅笔。色铅笔。哦哦，那个是不好用。啊，不会不会，绿盒的好用。绿盒好用啊。绿盒的好用。我觉得这个比较过瘾，那个不过瘾。那个就很慢呐，那个我应该是会坏掉。那个吗？啊？我应该学那个吗？色铅笔，还是学水彩就好？学水彩就可以，水彩比较好玩啊。哎，色铅笔。如果你们当然喜欢画，你当然都可以玩啊。只是说，它没有办法呈现那个流畅的感觉，它只是在画很细腻的东西啦。色铅笔画得很慢。对，插画画家很喜欢用色铅笔。色铅笔。老师，那会不会有寿命的问题啊？寿命不会呢，硬掉或是容易割掉。还好哎，我觉得可以放。它的水彩比较好。你说色铅笔啊？对，我有一水啊，买水性的，对，水性可以变水彩。是啊，发现有些颜色根本画不出，像绿色，那有点白绿色，对，跟水性，然后那个有两色大的，不是，去那个水，你有在画？去，但是没有失败，画不出水来。啊？画不出水来，就挑战很高哦，那水，这样很有。可是很漂亮啊，水彩很漂亮。色铅笔你如果喜欢画，当然也可以买，因为它跟水彩还蛮相近的。加水进去。对对对，它加水就会变水彩。我们现在讲的是水性色铅笔哦，哎，现在讲的是水性色铅笔，不要买油性色铅笔。那颜色也很漂亮啊，那颜色好。会很饱和，那个。因为绿盒是那个是最专是最顶级的，对，它红和红的、蓝的、黄、绿的，所以还非非粉的非粉的绿盒的，
一盒那个多少？2000出头。不然你去德威买，德威卖最便宜。德威啊？德威进口的，德威好像、嗯、好像他卖最便宜。没有，现在 Costco 卖最便宜。Costco 卖最便宜。现在 Costco 卖最便宜，现在啦，他现在在特价。是过了吗？过了吗？哎、欸，过了吗？可能过了，不知道过了没？你去看看。有，他是最近的事情。最近的事，这个月十月份。你去看看他。DM 呐、啊，你 DM 看一看呐、啊、，DM 看一看，有限时间的、欸。不过还有这种东西，跟那个什么奶茶那不太一样。我也有钱，没有东西买十块回去吧。我回家看 DM， 我再传在群组上面。看看都在传在群组。好像你看看还有没有呢？如果没有过是可以买。因为我有看到，本来想要订东西，大概会差400块吧，三四百块。那蛮多的，其实差蛮多的，一样。绿盒的，它是绿盒的，一样。颜色很多。对，60色就够用了。60色，对、啊，就够了、啊，60色就够了，不会不会。36色太多。36色太少，太少了。我买的好像是48色。对，我买的是60色刚刚好了。啊，100多色又太多了，根本就分不出来。它60色是两层还是2层？2层。啊，我的是1层，我的可能48色。我在德威买的，德威1000多块而已。1800。对。48色，我买了每一件可以买1600。我不用买了啦，我现在都没有货。你再买一盒就重复了、啊。抽屉里面不是文采就是网络的太多了，没有空。都没有化妆品，都是这些。好像还有另外一对啊，这品牌是很好的，真的。那个想不起来叫什么？对，有一个牌子比菲博还好画，价钱差不了多少。画起来像油画。哎，真的哦。你国画漂亮，你国画漂亮。因为这个比较立体。今天老师明明画的是水彩，你要跟你讲说画的是像油画，画。哦，你说油画那种飘逸感。明明就是水彩。我是赞美，用不同的词。是如果我们把那个真的那个要光明的画啊，把它转成水彩，效果应该也还不错哈、哦。你们画画看啊。其实大家都可以试试看。你这次那个艺术展里面有人把那个国画用炭笔画，就用炭笔画山水画。有。对啊，也还蛮特别的，就世贸的那个画廊博览会，艺博啦吼。对啊，就还也蛮有趣。不过这个好像他之前就有展过的啦。可是他们那些人打不进去。啊？打什么？他们那一批可能很难打进去。那一批是什么？你说那个世贸，他们那个全部关了。然后你现在就……哦，世贸每次展的学生啊，他的没有没有，他要分啦，因为他这一档，他这一档你是要艺廊才能展的，你要艺廊，不是个没有个人，那是画廊协会办的。对，那是画廊协会办，除非你。对，而且他这一档租金很高，比去年还要高。然后他变成说，有些艺廊没有参加嘛，啊你如果艺术家，你也可以跟艺廊借牌也可以啦。对，借牌。但是你要全部付呢，就是你全出哎。那如果没有卖画的话，不是就亏本了吗？对啊，就亏啊。那时候也是打知名度啊。对啊，他相对上也是打知名度。所以扣他要50。所以我们只能参加那个啦，11月3号的那个青艺博那个不用资金。不要这样讲，那个也不容易的啦。那个卖了之后再跟他，那个比较不有压力。73，哦，就是猫头鹰办的那个是不是？不是，是香华天办的啦。香华天办的哦，就香华天办的。对吗？谁办的？香华天。香华天。香华天，我还是一个金子天，香华天呐、啊，香华天就是一个宗教团体，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叫，
你参加哪一个团体你都不知道。知道啊，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画廊，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画廊。他比较亲密。不是，他有个画廊名称，他画廊名称比较亲密，对不对？在，他是不是在那个三台北三民路上？那个叫什么德啊？啊，对，好像叫什么德。什么？你要重复我的话，我问你什么德的？不要吵了，就是什么德？什么德啦？哦。这边的水我们再多做一点。他们那个好多老师，我刚刚说社区比卡达。哦，卡达，哦，卡达很贵。卡达很贵啊。可是卡达蛮好用。卡达一直都很好用，它一支铅笔要60块，就要蛮好用。可是它真的蛮好叠色。对，它比较软。它的文采铅笔也很好用。很好用。它的文采铅笔做很好。因为它很好叠，它真的那个粉。老师很贵啦，我没有买。我没有买。我也没有。你只要买几支啊？你看，我们一支铅笔60块，我们买一支铅笔才15块，买60块。你买的是油性的还是水性？水性，它也有粉性的，也有粉彩，粉彩色铅笔，我没有买。对，它那个分好多，卡达还蛮专业的。它那个我看它那个铅笔好好用。对，它超好用。可是我不敢再买。金价选贵啊。散着买啊。跟飞博搭配嘛。对啊，以后来拍卖哈，以后来拍卖，不画了可以卖啊？啊？你不画了，如果色铅笔不画，只画水。不用啦，那个如果大家画去有那不想卖了，你就PO到我们群组来看谁要。对啊，对啊，因为其实那些东西画一画到后来是，对啊，你就卖给想要的人用啊，这样比较不会浪费。对，比较不会浪费。对啊，先卖给同学啊，就看你要卖便宜卖多少。像我现在画水彩，我那时候还有一盒马可的色铅笔，我买的。嗯，你是在网络上卖吗？刚好朋友选的，叫老师选的。对啊，就卖给朋友啊。嗯，初学者。当我其实也都叫同学到网络上去找二手的。因为便宜一半，基本上都会便宜到一半左右。这是船的部分哦。这是船的部分，然后这边我们把这边的小人画出来。蚂蚁人，蚂蚁人。但没有人那个桥是空空的。要留一道白哦，吼。然后往上。怎样？人就高一点就好了，这样就好了。这是蚂蚁人嘛？就是人在上面，人不要画五官。不用画五官。你要画。基友非常在意他的五官。是你说留白是下面吗？下面要留白，上面也要留白。三点几点？十点钟。第一次喜欢画的，第一次喜欢画的。嘉怡这样讲就有点太那个了。哎，美夏要出来带吗？啊？你帮他买那个？对呀，我要买。你想送我什么？看完谢谢。这一张画，这画起来蛮好玩的。这样，小人，然后点一些红色的衣服。这样不就画的很精致吗？但是五官留给肌肉化就好。用显微镜，然后要一根针。你就是很喜欢细的部分。眉毛记得要画。下礼拜要看啊。真的画。对啊。
他带光大镜来，还要带光学那个显微镜。带显微镜来，你们看好。暗面里的人怎么去想？暗面的话，点亮一点点。点亮这样，好像。不是用全白。不要，不要。然后这边亮的，我用这个做一点点。这边就没有这个也可以用留白交流啦，这种细的部分也可以哈。边亮的部分，好，那这边呢，我们再稍微修一下。米夏，他可以，你们可以，你可以出来带吗？可以，可以。这样会不会对主办单位不太好意思？不会啊，他有给我们那个啊，他给我们那个证啊，那个卡，他就是说一张卡可以带两个。那你要走好几趟？有两张。哦，有两张。对。会一直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好，这个哈，我现在画暗的哈，这样把它叠上去就。不用了，但是没有吧？四点。边的部分，这边哈，如果树要再画稍微细一点点，我们就也可以接哈，比如说再接，再接一层，然后接一层暗的。就把它层次再分出来，一层一层分，然后树枝，就比较细的地方哈。光影的部分注意一下。好，大致上。是你这个是树枝是后来才换上去？对，后来才换上去的。大致上画起来的感觉跟效果是这样。那只是说前面这个地方你要不要再加？例如说我这边还要再加深，我这边会轻轻上点水。好，然后上面画重一点点。加一点点群青，晕下来，加一点胶纸，再往上画，因为我上面没有上到水嘛，让上面稍微深一点往下拉，这边到这边，色彩就会，对，更明显，有一个变化存在。那是，是电路，好。差不多了哈，OK， 好，就是说我们大致上
画起来的，就是。